角落画圈圈，角落画圈圈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干！角落画圈圈，角落画不明物体。哎、欸，有了吗？没有。这次连那个极品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玩到一抽。Oh fuck you！ 吓死了，紧张到按错。不是，我刚刚是按错。哎、欸，单抽90抽好像也可以哦，可是你10抽会中一个极品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划算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动画不看完啊，会少9只几啊？不要中，不要中葛云一，不要中葛云一，不要中，不要中葛云一，不要不要。哦，玄机可以，可以可以。我叫慕容玄机，北斗七星玄机星的玄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有歪玄机啊？哦，玄机也可以的。雷做法我没有 ，OK， 好，好，陆府的账号我就没有抽到玄机了，666，这是几抽啊？看一下，好，杨缓也抽到了，太棒了，超赚的，好，杨缓也抽到了，太棒了，有玄机，终于有玄机了，我陆府是没有玄机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感谢欧若飞 NUNN。赚啦、啊、666，我想抽谁是不是？殷建平，结果觉得只有冰也是女的，不要在那边跟我说葛云一，你们这是要见到我抽不到才会高兴对不对？你们真的很坏。够！哎，各位要学会画阿姆斯特朗旋风炮哦，哦，要画哦，要画阿姆斯特朗旋风炮哦，你就有机会抽到了哦。我是这样子抽到的，啊、哦，没有下后移也没关系的。来了来了，没有。葛云一不是差啦，就是有更好的选择啊，当然是先拿更好的选择啊，这样大家你懂吗？旋风炮如果太小会中吗？我刚画很大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要大只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有的很多人看我的台，一下就抽到冰里了啊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三四个吧。然后他们就很开心跟我说谢谢，我其实什么都没做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好，剩下30抽。你的阿姆斯特朗旋风炮要画大一点，你这样才会中玄机。玄机喜欢大的哦，玄机喜欢大只一点的，你画太小只不会中。你看太小只就不会中了。干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还剩20抽，有啊，我太渊也有练啊，啊，画错了，哦，会中谁呢？紧张啊，紧张紧张，千金难测。90抽中两张卷应该 OK 吧？哦，好紧张啊！这比我跟女生告白还紧张。唉，让我传一下，有点紧张。
哇，吓我一跳！哇！啊！鸟不死怎么多啊？要来了哦，天津南侧要来了吗？不要天津南侧！干你娘！神雀宫斋女葛云一在此生座对你说话，你可明白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都你们呐，都你们呐，是谁？是谁说葛云一的？给我站出来哦！给我站出来！我陆府已经有一个葛云一了。好烦哦！为什么还是没有夏侯仪？我陆服都没有夏侯仪。哦，原来我知道夏侯仪会死哦！我都抓到玄机了。你看，我玄机、夏侯仪、冰离，我至少有这三个人了。哎。原来葛云一喜欢我的阿姆斯特朗旋风炮，唉，这游戏不好玩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九十抽夏侯仪卡池，就这样子。